到了后，就是五谷丸师兄就讲，啊，还要在迄个阿玉姐啊，来去创啥创啥安尼，啊，都一趟、两趟、三趟，所以过来都会袂记啊。你自己哪不想开，都要怎么样呢？是这样嘛？啊，我迄个时阵想讲，我哪不走出去，这种训练呐，所以我家己都开始都要家己坚强出来出去，我出去。这个东西放这下，放那茶拿进来。来，哥哥，来，哎，多一点喽。只有压点茶。对。弟弟，那个杂质倒进，哎，彩色纸要另外彩色纸。彩色的，该放这里，彩色靠后边。哎，先慢放下。他现在国中下个礼拜就开学了，他就叫伊讲来，给他们倒翁啊。你叫他，他都会做，他都会去做。就是阿妈说，可以做环保队队长。对啊。那是什么工作？就是帮忙分类回收物品。家里有教你们吗？有啊，比如说拿这个起来嘛，问我们说就跟我们讲说这是什么类这样的。比如说是比较容易用手就可以捏一点，这应该就是铝罐。然后用这个这种啊，手捏不扁，这应该就是铁罐。是有一次回家，他就跟我们讲说，他要去支援回收站帮忙。他认识了很多师兄师姐，那大家其实也都很照顾他，给他很多的帮助，我想这个是很正面的。妈妈她找到她喜欢的事情，也许这可以变成她一个生活的重心，好，那可以就可以分散她的注意力，让她不要一直在那种悲伤的气氛当中，那也许心境改变一下，那走出去以后，想法啦，啊，做法啦，然后统统会改变。也连电视是在我过七年了，六七年了，六七年。对呀。我在这的时候还不认识他啦，认识他真好啦，认识他，他就会帮忙我，帮忙来这边在电视。对啦，他看我在载很多啦，啊，我有时候吼一坐很久，他就说我帮忙。啊，好家在有伊吼，讲帮我倒载，啊，那无吼。哦，不是啊，即马做了协力组长较无闲啊。哦，伊足疼阮的呢，阮洪兰师傅吼，迄我疼我这阿母的，阿妈足疼阮迄刘洪家姐哦，当作家己的囝安尼咧疼。我小花姐。哎呀，别花姐，好师傅吊绳子，我给说。高呀，好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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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啊，因为伊较侪岁啊，都敢那阿母咧，足关心的啊，好好关心你管的啊。伊妈妈比我较少很呢，较少年呢。哎呀，因为伊今仔不来来哦，会甲咱我甲咱当作早囝啦，伊吼拢唔甘咱吼想忝，那家己就讲我来甲你倒债啦。系啊，啊都啊唔是啦，啊总讲一句爱去头爱坐车，爱讲话就对，出来罔讲一下，出一下冷气。啊！我现在去附近谁家来揪他？一打60-60几块，用一缸就蛋掉，啊，唔是足浪费的，输那真系输袂掂的。先去买啊！先去来票票先头前啊，安尼唔只较袂浪费。啊，甲真诶，明天再来先。哎，可能要大家做完了，回落去。
给罗锦，按明天早上来交过去。因为他做事很认真，做事很勤劳，他伊都爱物件清，这个清清楚楚啊，不爱那乱乱呐，较贤管。管管的吼，但是迄个环保站就变较清气啊。他伊较贤甲环保站顾啊，像你看伊迄个玻璃杆啊再造吼，啊规个是不是都很乱的，然后搞到一个地啊，变洗洗。都唔放袂落去啦，伊一嘴安尼讲，其实伊心肝袂。放袂落，放袂落。譬如讲，敢那咱有一点啊，这里嘛呢，当作讲敢那咱兜的安尼放袂落。玉芝师姐走出悲伤啊，迄个时阵，师兄师姐给真大的温暖。即马伊嘛尽心到三港环保站内底大细项代志。伫个遐顾头顾尾，甲环保站当作是家己的厝共款。我甲丽芳师姑两个，我若无来，就是丽芳师姑、丽芳师姐吼，他做，我们两个都是，啊无很乱啊，很脏啊，嘿啊，啊都甲扫扫，无规堆嘿啊，啊清清规堆，明天来再过来做，较袂遐乱啦。无，明仔那个在等啊吼，很多啊，很乱。有时候风吼吹噶，就吹就乱的呀。天亮来吼，嘛是透早来嘛是，还阁变一摆。啊，咱即摆先变一挂，啊，明天再阁用，就不会那么乱。都家己欢喜来做的，就是。啊，咱若看会做，咱就家己做啊。啊，都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啦。感觉感觉足开心呢，啊！大家伫遮做足好个安尼，敢那吼，敢那亲姊妹安尼，较有伴，啊，较袂无聊。去回收站吼，真个对我是很好，每个人都足听话。嘿啊，我上老啊，啊，你就无论说，冻结师兄啦，还是伊师姐哈，桂子师姐啦，罗妈妈啦，还是武雄师兄、王师兄云吼，都对我真的很，跟他讲家己的亲大姐、师大那个疼惜，我真的很感恩啦。所以我对这个回收站吼，也很想有一个责任感啊，他该做我都去做。师姑非常的爱清气，所以把环保站当作家己的厝同款在整理，大家都叫伊是环保站的管家婆。师姑讲，既然要做，一定要做到上好，所以比少年人更加打拼，出车、分类，各项伊拢做，因为做甲真欢喜，根本看袂出来伊得要80岁啊。嘛，因为做环保，互伊走出失去老伴的悲伤，找到人生的目标。草根菩提，真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